的人家，你打人不记下来过，这想到你来认错，我们到那边大树底下，吓得，这边菜，吓得，胡家，这个就是易仲林啦。易仲林，临行之时，奉太尉之命，要在易仲林将令冲，那我就杀。他那是800,000清军教头，你又哪是他的对手噻？哎，侯爷，我们下子啊，下子，小二位，你们这是何意呀？林教头，临行之时，奉太尉之命，要在易仲林，结果你的性命，你看这把刀，就是你的冤家对头。哎呀，二位呀，你们难道也听信了高俅之言，陷害于我不成？太尉要你三个字，岂能留你大无根？刚到一句要你哎天大的二个头，下先帝，我残疼你们这两个臭狼兵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何必与这两个鼠辈计较啊？好，看在我先帝的面子，就饶了你们这两个狗头！啊，多谢大帝，多谢大帝，多谢大帝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什么？啊，我叫董超。弟弟，我是他爸啊！不，我叫雪爸。董超雪爸，是快将林教头接了下来。啊，是。林教头，你大人不计较了，滚了过去。跪下！仁兄。
的无心能力总会塌陷。高秋子狠心泄龙王狂魔今年思念伤，望不想一座明来好明王。从前的佛龙王闻此言大家心有怒火飞扬，吴文当太平了佛堂，也恐怕我与贤弟性命有伤，闻听你那北大长城大伤，你先长长请听一放，一从林瑞两把神恩藏，舍弃将那儿子你要给先开把名唱，亲自亲本有个龙门胸膛，我参参你们这两个亲兄老了他们吧，自古英雄点起床，快随我回尊东京边下次高俅勾践当我兄弟，烈烈轰轰大闹一场，狗头滚了过来，啊，弟弟，我打弟弟，命令二人护送林教头
直奔长城，一路之上必须轮流背负，若有半天差错呀，只要你二人的狗命呀！是，快进！啊，林教头，来，我来背你，我来背林教头，我来，休他啰嗦！姑娘弟弟，你也不要忙，你也不要慌，你的手搭住我的手，我们请林教头做架子嘞。也不错，快快抬了走吧。
说得好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报。凭大过人的才
火一上，西陵门披凤凰，今天晚上落洞房，落洞房。开门，开门。对呀，我们是给夫人护士来了。护士，莫非是过来有了好消息了？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！衙内想得可真周到啊，进了特地把喜糖搬到你的家中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小娘子回心作意了。小娘子今天晚上陪我喝一盅交杯酒吧。夫人，衙内可是个情种啊，前了在东阳庙前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也不计前嫌，更不在乎你是囚犯之妻。你看衙内进了带来的差役，恐怕当初您从迎娶你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风光啊。小娘子，东京城美女如云，我都都对你一往情深啊。是啊，小娘子，时辰不早，你我快入洞房吧。姑娘，你等这副屋里，等我丈夫回来，定不与尔等干休。林冲，他回不来了。他在一中林被害死了。娘子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小娘子。小娘子，啊！来人啊！衙内，衙内啊，衙内啊，衙内啊啊！衙内，小娘子，衙内，这才同草学霸来报，他二人押着您从行至遗嘱林，被卢志森所救，如今已到沧州了。你为什么早告诉我啊？我怕打扰衙内的好事啊！阿姨喂，快去回去告诉弟弟知道。阿姨，哎呀。
往事怎不叫人痛恨一我血黑娘一面问苍天不能铺尽的丛云问苍天
侯爷呀，一阵风雪猛烈将营房压倒，安宁冲那早回一步，心哪、啊，苍天天哪、啊，谁知你叫那林冲插翅难逃。是。熊熊有路出兵，弟兄们，有但等火灭之后捡几块林冲的骨头回去也好邀功领赏。小心看守，回来不可远离。宁冲啊宁冲，你死之后休怪我陆谦心狠手毒啊。我还是到庙中歇歇歇歇。
我就是你罗罗海不死的林冲。林冲啊林冲，但是我草料被烧，你该当何罪？如今林某与你有何仇恨？你累累定计加害于我，今日又罪中导致，你还想昏迷吗？到临头还敢强横，弟兄们，住手！恨不得吃了这肉放进我心头，怎么看到？you
贤弟，从今往后有何打算？我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逃。与兄之间，逃不落，逃奔梁山。好。